刚刚前面的那个第一首的母语歌，然后那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台湾族的一个族语，那它的歌名叫 Dimas Nasnai， 那翻成中文就是是谁在唱歌，那在写我们的生活。那第二首是送给我们自己的故乡，我们来自台东，因为我们创作这个歌的时候，台东有很多的故事，像是小蚂蚁，像是好比小蚂蚁，什么小蚂蚁？他们应该没有听过，就是有很多土地的问题，或者是家里的传统的问题，对传统的问题，那所以我们想要尽一点力，然后就在我们比较擅长的地方，就是创作这个地方，然后给一点力量，所以写了这首歌叫做《山海在》，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哦。可是我因为唱不太好，哈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第一次听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以。第二次听才有比较。第一次听我们的举手。好像有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可以。这次我们最开心了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歌也是我们的主语创作，然后这首歌是思念一个亲人的歌，然后思念一个长辈。那这首歌的用语是台湾语，我们的乐团主要的成分来自两个族群，一个卑南族，一个台湾族。然后这几年就是从我们组团到现在，台湾族的族语部分突飞猛进，还只是成果。人口比较多。然后我们就是创作的族语歌，大部分都是台湾语。所以我们卑南族还在努力。那这首歌叫做《伊诺瓦迪乌虎》，然后叫中文叫做《阿玛你在哪里》，那是写一个已经离开的一个亲人。那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思念，都会比较悲伤一点。那我们这一次这样，我们这首歌写给的那个亲人，亲人，这一次。对，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，我们讲奶奶祖母夫妇，那思念这样子比较开心的人，就是比较活泼的，然后用一点比较轻快的感觉来想念他，叫做伊诺瓦迪夫妇，你听到？Thank you.
谢谢。